八月十七抓周日记，耶！干嘛丢掉啦？吼！亚洲公爵，耶！好可爱哦，小宝宝今天一岁咯。昨天用了很多派对帽。小皮在干嘛？这是爸爸跟阿妈还有我昨天努力了一个晚上帮他弄了气球哦。 Happy birthday， 宝宝的 first birthday， 第一个生日耶，小公主坐驾一岁咯。我是最可爱的小公主，是不是你最可爱的小公主？哎呦，祝你这样子 say hi hi hi， 哇哇啊，嗨嗨，公主公主，哎哎，你还会 say hi 哦？哎呀，这个勾到手了。投你一票啦，你是第一名的公主，一号公主包，耶耶，好可爱哦。看一下我还玩好吗？嗯，哦，他还送这个哎，他送几的送的还比较可爱的，那是不是让他带这个大的？哇，好可爱哟，宝宝，希望你的蛋糕是好的。哎，表示多少？那他有没有说他昨天 有送，结果送错地方？对，我跟他讲，拆礼物的概念。这个里面这个是什么？看一下，耶、okay. yeah, ，还好好的，有一点点碎啦，不过应该还好。移位了，移位了，没关系啦，应该还是还好。好可爱哦、喔，这里也可以看到他哎、欸，嗯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
半在玩。切吧，大概那个罩起来了。这是冰淇淋吗？是吧？冰淇淋怎么化了？好像不是冰淇淋耶。不过你看这里有一个这个。里面有两个口味，上下层口味不同。好啊，爸爸吃蛋糕好吃吗？你觉得？还好，我吃一口看看。你看，是这个。嗯，它里面是还蛮纯的巧克力耶。蛮好吃的，好吃耶，给你，这真材实料，谢谢，谢谢。他蛮好吃，其实还算。那这个软糖谁要吃啊？可以呀、啊，他在偷吃甜甜的饼干、啊，好美啊！哇，还是这个是甜甜的，好美哦。是谁送你？阿妈送你的手链呢？是狗狗哎，狗狗，对，就这只腊肠狗。小公主，咦，两个小公主，嗨嗨嗨，大姨二，小姨，谁要吃蛋糕？当然是阿妈呀，阿妈给你的。这是粘土吗？公主，你有开心吗？妈咪爱你呢。公主，你睡了，你睡了，开心吗？大姨，嘿嘿，你睡了，相对比较硬的力气，一起，耶。宝宝爱你。呀，掉了掉了掉了！来，宝宝一岁了。来，你。这是录影。宝宝。爸爸嗯、去找爸爸好不好？小姨，小姨嗨。带掉了，原形毕露了。可是三伯还让你弄回去。三伯在无形拍的。嘿。他在一个地方现在变成一个景点。好啊，是啊。找爸爸，找爸爸，掉了。怎么啦？爸爸说生日快乐，跟宝宝说生日快乐。爸爸生日快乐，过来。宝宝生日快乐，大家都喜欢跟你。五伯，生日快乐，宝。生日快乐啵！生日快乐啵！找阿公，阿公，啊！跟宝宝说生日快乐。啊，那又倒了。
来，生日快乐，来。爸爸，阿公。过来。生日快乐。谢谢。小智，我跟你说，再一年，你这些东西都要撤掉。嗯。嗯、爸爸，等一下抓周了，你要抓什么玩具？爸爸再帮你摆。你是不是应该要摆在那一？爸爸，爸爸要抓什么？啊！那是什么？这是第一次。爸，当起，钱，这个是钱，还有什么锤子？你要当律师啊？要拿哪一个？你要拿手枪去的，拿手枪的啦。第三次，他拿最近的，应该要洗牌吧？这是什么？老师那是白板黑板。哇，老师，那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拖鞋吗？长寿面，健康长寿。哦，健康长寿面。那他都没有重复啊。他每个都在。扎铅笔。他完全没有重复，不知道他喜欢什么，他太可爱了。没有，他给他看，他都把球一点，他给他看球一点，他喜欢哪一种？这个是什么？他不要，这个不要。那个啦，福袋。没有钱。这个不要，这个也不要，其实就是要看他最喜欢哪一个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他到最后就全部丢了，他都没看啊，他完全没看。你不能拿盒子。哎呦！他想说，为什么今天我一直丢，大家都在看？哎，他拿一个出来。看了他根本就没。第一个拿这个，第二个拿什么？第一个是这个，第二个是这个跟这个。这三个。所以他第一个是这个枪，然后锤钱跟锤头，好吧，抓到成功，耶！卫生纸要在厕所，这个啊，那个是枪，那就不要。是手枪。是警察啊，警察。是吗？哦，警察。黄新记8月17抓到日记，耶！干嘛丢掉啦？吼，黄新记，哎呦，干嘛丢掉啊？哎呦，又丢掉！哎呦！你们是玩丢丢乐是吗？第一个是，一团乱。很多小孩子就会变成这样。哎呦，抢东西，哎呦。是不是？因为它是那个冰箱磁铁，它可以当冰箱磁铁。宝宝，你好多哥哥姐姐跟你一起玩哦，你一岁咯，生日快乐！你跟哥哥玩是不是？就常常这个门一开，然后就冷气开。对，之前就他们门就开，就会冷气。他那个好人，你要跟哥哥玩是不是，小公主？你都不用假崩了呢。对啊。对。所以我都看不懂的。真的吗？徐虎。宝宝都长你这个，你这个哎，长你这个。差不多大呀。对呀。他之前那个小的也是会找找找找玩，对，找找玩。小孩，他被排挤，结果小孩就找会找他，真的很。你慢点拿掉。小孩应该会找他玩。他手链要帮他拿掉吗？他一直在弄他的手。小心手。他爬的时候卡到手了吧？快点！
我拿一个气球给我。有啊。嗯，好可爱哦。你再请你自己。话题结束后，气球还有别的功能，就是小朋友的游乐园，大家不疯狂啦！小动物，这是所谓的 extra party 吗？哎呦呀，疯狂！黑便利，小花，生日快乐，妈妈爱你。到了，没有人帮你捡。啊，那就走。